真的有吗？怎么会没有啊？哇，这个师傅，你这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太特别的锻炼了，都已经是天哪！大家看到了吗？哇哇塞，很壮的，很壮。那我要量一下你的腰围咯。天哪！但是我穿上这个衬衣啊，你买裤子会不会都不好买？买不到，买不到是不是？天哪！这里，还有这里还有一层衣服哦。56，加了衣服56。姑姑真的很年轻了，现在正雪梨直播间一件粉色短袖，少女心满满。从姑姑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就能看出来，她一直在坚持健身，难怪身材保持得如此之好。直播时现场展示肌肉，腰围居然只有56，小伙估计感到佩服。今年已经54岁了，完全没有变老的痕迹，越来越有韵味了。不少网友打趣道：“我都已经老了，姑姑还是没变，任何人真的没有你呀。” I want